西柚千万别和药品同时吃。西柚又叫葡萄柚，会加强或抵消很多药品的作用，使药品在体内作用时间延长，肌醇浓度增加，使药品啊从有益变成有害，容易导致过量，引发副作用，严重的时候啊甚至会造成死亡。所以西柚啊千万别和药品同时吃，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。想知道更多科学瘦身的知识吗？请上网搜寻爱瘦美，还等什么？赶快加入吧！